主播，我叫小雅，辛苦了我们的小仙。然后接下来呢，跳我的第一支舞蹈叫做 Push。我 fucking。You a fucking pose。You're my freaking boss。谢谢大家的六六六，谢谢，谢大家六六六，谢我们叫小雅的礼物，谢我们风纪哥的礼物，谢小昭的礼物，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谢谢，谢谢所有的好朋友们，谢谢。然后你们想看什么？病名为爱是一首歌吗？病名为爱是一首歌吗？病名为爱。没有听过，没有听过，我听一下。是这个吗？是这个吗？我没有听过，那我就跳一点点，好吧？跳一点点，好吧？
没有听过这首歌，然后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希望你们能够喜欢。夢すがりやすばかりの恋に全部気で浮遊する患者たち、被害者の甘い期待を患いたい、この機会をためらうとった余計だろ、行く知らずに血の表層に打つ患者たち、外れずに死因さえば早期に中上スペクターだと知る方かな、この心にあなた会えるくらいなのに、それだけの違いなのに、あなたの背中に満ちてくる遺恨が、たそんもらいのとってだろう。それの恋にさじる延命を置く患者たち、係者の荒い治療に耐え耐え反応らのモルオルサルドペーション赤色が固むスピーユに首を締め合う患者たち、呼吸ができないされた驚きない風刺にカオスマスに透けられている、ただ心の溝そっと痛くて、ただそれだけの違いなのに、どの風をあなたとしても変えられない、あなたのぬくもりを待っている、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第一次听这首歌，然后就跳一点点好了，然后送给大家，然后呢，接下来呢继续我的舞蹈，欢迎大家打一个广告啊，首先打一个广告，欢迎大家来到992星星秀，两包星星就在这里，我是本档的接档主播小雅，大家喜欢小雅的话可以点点关注，然后手机用户呢在我们的左上角有一个黄色的星星，然后那个电脑用户在我们的视频右下角有一个直播时通知我，然后大家也可以点一下我们二麦的关注，谢谢大家。好，跳我的第二支舞蹈。Hello Venus.
头发有点乱，谢谢大家的六六六，谢谢我们送暖的小雅，谢谢，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到九九二新秀，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了，然后跳一支舞来不及了，谢谢我们型男靓女，谢谢你的玫瑰花，大家有玫瑰花的可以送一下，有小心心的可以送一下，我给大家弹个琴吧，好吧，给你们弹个琴吧，剩一分钟时间了，然后跳舞也来不及了。谢谢我们小石头哥哥的玫瑰花，谢谢。然后谢我们风纪哥哥，谢谢。然后给大家弹一段琴吧，跳舞来不及了。还有十秒的时间，然后